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拆开小猪佩奇的汽水机玩具。这是猪爸爸、猪妈妈、小猪佩奇、小猪乔治。汽水机里有不同口味的汽水，拿一枚硬币放到投币口，选一种汽水，把汽水拿出来吧，是混合果味的汽水哦。猪爸爸过来了，最近天气太热了，猪爸爸要出去买汽水喝。出发，来到汽水机这了，打开车盖，猪爸爸下车吧，去买汽水喝喽。猪爸爸来买汽水啦，选哪一种汽水好呢？把硬币放到投币口，就买这一种吧。哦，是葡萄味的汽水哦。猪爸爸快喝一点吧。哦，解渴。猪妈妈也要去买汽水喝，开上红色小汽车，出发吧。到喽，打开车盖，让猪妈妈下车去买汽水吧。来买汽水喽，你们猜猪妈妈会买哪一种呢？先投币吧。猪妈妈要一瓶橙汁，把橙汁拿出来给猪妈妈喝吧。真好喝。打开南瓜车车盖，佩奇上车，乔治来开车，盖上车盖，去玩喽。咦，是汽水机耶，来买点汽水喝吧。佩奇下车，乔治也下来，佩奇先来买汽水了。佩奇喜欢喝哪一种呢？投入硬币，帮佩奇选一种吧，拿出来看看，是葡萄味的汽水哦，佩奇快尝尝，好好喝啊。乔治也来买汽水了，先让乔治选一选，投币咯，就要这个吧，把汽水拿出来，哇哦，是橙汁哦，喝橙汁啦，乔治。好甜的橙汁，